停车！严行成，给我戴了戒指，就这么走了？你是说我是你的人了？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你还好吗？总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不再是平行线。现在都这么厉害了，都敢去抢婚了。我不只敢抢婚，我还把新郎拐跑了。那如果庄家把你赶出去了呢？我不怕，有你在。那汤林在针对你呢？你会保护我的。万一我不跟你走呢？那我就再去抢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反正总有一次你会跟我走的。等一下，所以你不会放弃我，不会不跟我走吧？当然，不会。